你以为我只是来石垣岛咩？错啊，其实我是嚟包含咗石垣岛嘅八重山群岛啊！八重山群岛包含十个岛，有石垣岛、西表岛、竹富岛、右布岛、波照间岛、小滨岛等等。自然资源丰富，风景又靓，可以玩刺激嘅活动，又可以游行到噶。想知道有咩行程就唔好走开啦！你个根部好似阔条面啊！曾經用作嚟做一個音樂會嘅，你可以想象一下咧，呢個咁多鐘乳石咧，其實回音咁勁咧，應該啲音樂都好好聽噶。似唔似龍貓？極大啊！淨係呢個圓關都已經好大啦。舒服，我已經忍不住想再嚟了，大家最喜歡哪一個島呢？